你的串流吗？串流串起来，串流嘛，八八八八八，八点了，八点了，哇，八点喽！哎呀，我想推杨去踩一个西瓜地嘞，哎，这样子，感觉可以有一个那个事件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画出有这个一些西瓜在。不可以吸到。对啊，你不这很酷哎、欸，这个招天谴就只有现在有啊。这个电动瓜哎，还不错玩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如果中间桥有这几个，突然出现了，你就可以说神明生气了之类的。对，感觉好像很不错啊。对啊，还是有事件啊，输的一方随机一名。耶，更新更新。嗯哼，你是陈敏哦。嗯哼，嗯哼，啊，我们来12个人哦。好，好，好。要不要特别的模式啊？对耶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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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战越强。好啊，好，可以越多，血越低会越凶凶哦。嗯，好。好，标题标题，来来来，就随机分队咯。嗯，分起来，分哦。是红队，我们是绿的，对，要去楼下，红队下喽，红队下去。不然抽奖系统多一个西瓜如何？哇，你说抽到自己死掉？对啊，好香啊，最大奖，好像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啊，感觉哇，抽个奖花钱去死哎，抽到神装又没了，有吗？对啊，感觉可以哦，再抽啊。还敢抽，然后成就是还敢抽啊，有没有？超级嘲讽。哎、欸，选职业，选职业还没选啊？对哦。啊，我来守护好了。那我跟等一起读完矿吧。嗯，我一起当矿哦。我刺客。我要最平凡的职业。最平。因为我要。平凡的我造就不平凡的人生。哇哦！我有点突然，突然想到想讲一下，不是铺很久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是刚突然想到的，我是突然想到的，很酷哟。哎呦啊！这个大吉，我想不此刻，嗯。哦，这句这个这个 low 那个什么，这句好棒。Logan， 任务零三什么东西？哦，最后有一本书可以那个设定那个还没弄好啊，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开启那个任务。嗯，任务零哦，看到哦，有看到哦，还有这样的哦，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启动那个。现在好高科技啊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不好写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哦，偷看他们选的什么？哎、欸，只看得到我们刺客，看到啊，暗T啊，嗯，暗T，没人选骑士了吗？哦哦，有啦，有看到，看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也只看到骑士没人要选？现在才要选骑士啊？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我是真的只看得到他们，哎、欸，只看得到我们。没有啦，暗T看他们一个一个选什么，嗯、只能这样。哦，你是哦，你看跳出。嗯欸、哇！哎、欸，第二本书红点点没对齐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没办法，我又歪了。原来你知道，因为那你的结界字跟三个字，对啊，两个字跟三个字的差别，可是不了是哦。骑士师，骑士矿工工，游侠侠，游侠侠，没有没有，游侠哦，矿工哦，刺客哦，骑士哦，这样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有小霞，靠公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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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那个矿，公公公，哎，下去应该保持度会恢复，有了，太好了，没了，耶、yeah, yeah ，挖矿，靠你们挖了，退我，你们埋地砖，哪里呀、啊？哦，
太久没玩了，迷路真的是有点久没玩了。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有人可以帮忙挖一下书柜吗？有人在挖了。没有，书柜没挖。哦，没挖。没人挖吗？工作台做出来一下。这个一定要矿工才能挖吗？书柜不一定。矿工比较快，一开始就搞定。嗯，那你们挖了吗？还是我去？我来挖，我来挖。做一个斧头去挖吧。我做木斧了。斧头可以挖。哇！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好凶啊！笑死我了。不是，好凶。酱油跟小雨跟我互打。打到一半，两个人同时用功，然后就左右一直扭开他们，然后这样就忍不住跑来砍我，就被我砍死了，受不了了，动不掉，我受不了了。来，阿德，我先做一个。有哦，那个自动跳跃真的好烦哦，我把它关掉。哎呀，我要关一下。打啊，那个音字幕也打开。就这样走掉了。哈？我就看着雨月，然后说：“你有木头吗？”然后就精致走掉了。哦、我没听到。来，不行，好玩。哦，放箱子啊。哦。越技能自身获得抗击。哦。哇，怎么大家都这么凶啊？我现在能干嘛？我现在来去乱打他们好了。你去打架。走，我们去打架。我们打架了吗？我要去。守护者要去打架了。上，守护者上。木头、啊。哇！小雨，你们去他们那个矿工上面那个箱子里面有东西。啊，对哈、哦，我有斧头，为什么不用斧头打架？拜拜。Go， 对哈、哦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起来。哦，好痛哦！我拿了。好。下回是了。啊！我丢了！你怎么了？你踩到陷阱了！我要死了！你要死了，你要活着。活下去，团团！活下去，我躲起来了。我去改造家里了。你去改造家里吧。我们要把这家里变成透天的吗？好啊。好。就靠你了。天。我装。哎呦。就靠大师爷了。我把它全拆了。怕爆。中午时间。耶。中午啦！耶！不明所以的开心。偷看一下他们家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怎么了？我想说为什么我力量二？对哦，血量越少越痛哦。对啊，越战越勇。差点就忘了这件事情。嗯。哦，哇，他今天好凶哦！哇，你们在凶几点的？好可怕耶！今天大家都很冲哦、喔，大家都很凶，要吃东西好了。甚至连妆都还没做哎、欸，算了，吃一下，够夸张的，赶快做妆，好、欸，他们好夸张哦，怎么凶成这样啊？对啊，他们都凶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外面在打架吗？凶，对啊，他们打很久了，打得超凶的。哎呀，那就打回去。你们有空就回来做个装备吧。哦，杰瑞在拆家了，可恶！修屁血！可恶！哎，矿工！呀！杀掉！赶快追！酱油，他丢 Q 出来，我捡到了，谢谢，我不用做武器了，谢谢。Q 了什么东西？小雨过去你们那咯。好、啊。有、小雨在干嘛？他 Q 了，他们家新手剑出来。哇，他就没武器了。他没武器了，只能做一把铁剑了。嗯。哎，所以现在是两个矿工在挖，对不对？他去金矿了。我去挖金矿了，所以红石跟青金石没有嘛？那我去当一下。人又来了，人又来了。矿金矿金矿金矿，对不起，我在做装备。我要逃跑了。我也没装备。嗯。快来做吧。来。耶。特想干嘛？想偷偷来是不是？想偷偷来。前期需要走一下吧，那名字好可怕。杰克。手无缚鸡之力的矿工啊！杰克，
听起来有点可怕、啊。我感觉好像拉客人，让 K 来卖照啦。阿基，变态。啊，哈基，我是什么？我对我是，哦，没事。本机快跑！本机快跑！本机快跑！嗯，冲啥啦？冲啥啦？冲啥啦？啊，死了！好可怕、哦。凶巴巴冲上我就把人家弹死了，凶一凶就死掉了，死了、啊，你怎么死了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想多跟你玩一下嘞。哇，挖掘环，这个书哦，这是职业技能，职业技能，嗯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矿工的技能变这样？大家都变这样啦、啊。对，你要自己用。啊、你说现在、哦、都一样哦。阿基，你的头，你的头爆了，是右键吗？对啊，嗯，来，谢谢你的铁，铁，我干嘛？铁，对，你要干嘛？小雨来了，小雨在哪？看到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矿工需要护驾，护驾，护驾，矿工超可怜的，破盾，破盾。哦，有这矿工，凶护驾，凶凶凶，护驾那个好了，护驾笨鸡，笨 ，OK， 矿物很难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我的矿物，你给我吸回来，哎、欸，他带书柜，可恶，啊，他放副手，副手，副手长，把柜台把它放到家底了，好，啊、你们装都差不多了吗？没有，雨月还没，雨月你先坐，你坐剩的再给我，剩的再给你。剩的吗？我勤俭持家，让你们出去打仗。我们要出去打仗，我在家里拆家，还要归家。我可以勤俭持家，当我们当米虫。哎、欸，你说职业武器是要干嘛？其实没干嘛了，放副手哦，没用了。好，对，现在是职业武器，对，没路用啊。哦，咦，嗯，我把职业武器丢掉好了。妈呀，丢掉，吓死我。哦，力量三好痛、啊！我们感受到了，从下面的字幕。好了，剩下的铁拿去用吧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他们对面有刺客吗？有，杰克，对，就是杰克。做一下装备。哎呦，谁穿身上？要吃东西啊？对，他们大举入侵、欸，哎，那怎样？你很夸张哦，你真的很夸张哦，你真的很夸张哦。好，我死了。大举入侵加派、啊。大举入侵，他们刚刚三只啊，但是后来退回去了。三只，三只。哎、欸，现在都没看到他的广告嘞。现在都没看到广告了。哇，没有在同个频率上。哇，没听过吗？没有啊。三只鱼闪飘没听过，哦，有陆安是感冒糖浆，有听过了吗？嗯，这句我反而没听过哎、欸。啊？没有啊，三只鱼闪飘我知道，可是什么感冒糖浆？对，对，对。哎、欸，杰克在上面。哪里在上面？啊、哪里？哪里在上面？你的头上吗？不是，嗯，看错吗？啊，你上面哪个上面？你的上面还是哪里的上面呢、啊？可能是看错吧，因为他不是刺客吗？啊，你怎么看得到他？欸、有他真的来了。他在哪里啦？坤坤开箱子跑走了。啊，你东西放箱子哦？哦，没有啊，在我身上。但是我听到箱子开了，然后他以为你放箱子，然后想偷箱子。嗯，应该跑掉了。本机小心哦，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不要这么快啊！对方隐身啊，没注意到。对杰克，矿物是不是喷出来了啊？不对，你是矿工、啊。他矿工没事啊，他如果今天牌哦，对，所以我可以不用担心身上的矿物。可是在你那边，在你那边，在你那边啊，在你那边有机会会消失，还是要留着？解开，在你那边，在你那边，在你那边。我开的，隐形在跑过去喽，在你那附近啊，他在哪里？那边，雨月，雨月回头，回来，团团回头，看到他了，哦，不是你哦，啊、
我回头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看错了，在红石矿洞。哎、欸，第二阶段了，允月请宅在家。有小玉，小玉什么时候在这里的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那么凶啊、哦！没有，血量应该很凶。哇！怎么站在这里啊？怎么在这里啊？把人家打死！你们在这里，怎么在这里爬？怎么在这里？怎么在这里？我就看他蹲在那里，我就说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小雨？雷克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又来了，没事没事，走了走了。我来保护你。等一下那个啊，看要不要先弄书柜吧，就可以复